我说实话，现在要买水晶瓶，真不如买个女神之泪，配一个小药。水晶瓶500块钱，对吧？腐败药水，腐败药水500，一个女神之泪400，加上一个小药150，又能叠，后期又蓝又够用，然后后期还能那啥，还能转魔切。转大天使，没伤害呀、啊？那腐败药水那点伤害根本那就那不值一提，那就根本就没有用。只不过药水比这个小药啊能多回125滴血。如果你点了那个药王的话，它能回的更多。就我这天赋点错了，我还是应该点防御天赋。我这不缺蓝啊，关键现在。但我们这么点，这把我们可以考虑不出女神泪这一把，可以考虑一手大影魔刀。这光头是传送上来的吗？啊？我兵都不要了，你就给我别吃，听见没？擦个眼儿，什么打野？饮马打野让我很危险。反正我现在回家我没东西出啊，我出啥呀？我出攻速，我等一会儿出把长剑吧。要是能出个女神之泪就好了，差了50块钱。我是他不拉的。好亏，还好吧。这就是你带减盐不带传送的弊端。你得承担这种风险，这很正常。其实这老些兵我是想上去跟他打的，不过他等级有点高，还是算了。EWQ 一层。
其实我挺想上去干他的，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干得过。我们也可以等个六。来，小控一手，希望他能变回家。看看光头出什么装备吧。我两把长剑，想杀他其实还是挺容易的，我能杀他。现在满血能秒他，他只要不出红宝石。妈的，一个韩服，黄金的光头，玩的这么好，呵呵，哎呦我操，真是猥琐呢。插个眼儿去，没想到，没想到啊！实在是没太想到。回家。让我找着机会了吧，小伙子，哎，有破定了吧，不行了吧。还想没有破定，8分55，出门。他是动杀心了，确实他动杀心了，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对我动杀心。女神之泪不除了。回放一下，不用回放一下。他刚才想的很简单，他一个远程英雄，我们没有多少血，他想在塔下耗我的血，然后我装作一副补兵的样，然后直接一他脸上。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是故意装的，你知道吧？我是故意装成我们打不过他，我想让他在塔下这个位置，我们才能杀得了他，省着他闪现，而且他有那个，省着有相位猛冲，跑得快，我们追不上。我是故意往后撤，然后给他一种感觉，就是他现在能压我，然后你导致的这波击杀，知道吧？
帮一下小光头。好的，我马上到。怎么还是死了呢？那我可就谢谢了啊。我是挺想拿的，我说实话，但这个逼有点不要脸，知道吗？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他知道我这波没有大，等他一小兵，我们就可以上。闪现大，木木就活了。那不能闪现大，我们的闪现是很重要的。闪现来救他不合适，闪现杀人是合适的。其实这个光头现在就应该上来直接推线，他如果这个样子在等我的大招，他一会儿还得死。我在等技能，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他现在就，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他在等死。我在等技能，他在等死。他现在如果不推，他永远没有机会推线了。他在等我的大招好，我十九秒以后有大，我直接闪现 EQR 他必死。控一波兵线，插一个眼儿。他现在从我屏幕之中出现，他就已经死了，因为他没有闪现。把前排兵收了，有点扛不住了，血有点少。人儿没了。他从我屏幕之中出现了，我说了，他只要从我屏幕之中出现，那他就必死。但是为什么他闪现也好了？哦，原来他闪现也好了。走位，那就没办法，他有闪，那就杀不了，回家了。你说你跟我钻什么草丛呢？我就没明白了。你说你跟我装什么草丛？嗯，你给我钻什么草丛？跟谁俩钻草丛呢？跟这光头对线蓝还是挺够用的。我们刚才卡兵线卡了一级，他整个四分钟三分钟没上过线，这人整个三分钟不上线了，人消失了。Double key. Double key. 哎，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你不上线你就永远也别上，你这辈子你也别吃兵。不行，我受不了了，兄弟们，我要越塔杀他，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我十一级，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了，你妈了个巴子的，这么鸡巴围死我！你缩在塔里边吧，你就受不了了。假装走了，在这等着他，我受不了了。你看看，啊，你看看，兵线搁他二塔这儿呢，他连塔都不出，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人，你看看这人，你瞅瞅这人，妈的！잡되었습니다잡되었습니다더블킬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人在塔在。他太稳健了，属实是太稳健了。再见。2800大影魔刀回家，马上又受不了了，锤石没来我肯定受不了，锤石来了我们还是受得了一会儿，忍一忍。我们还是略微忍一忍，有眼儿吗？没有眼儿啊！哦妈儿！我们打这个，打这个，来来来来来，我们打峡谷。这很容易干起来呀，兄弟们！我要打峡谷了啊！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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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哎呀，可能要打起来，我们还是过来吧。嗯，我们不过来肯定是干起来了，干起来万一没干过，这就是我们的锅了。先杀银马啊 ！WQ， 先杀轮子吧 ，Q 死。呀！复活了，波比！这么的，你们推中，大龙是不费点劲呢？要打吗？那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我们十四级。你瞧这光头啊，十一级，猥琐了20分钟，最终十一级，啥也没干，0-3，对于团队的贡献等于零。
跟你玩真累。觉得你们几个能打得过我吗？确实是能。点炎是谁的？可恶的点炎，锤石的点炎。哎呦我们一千啊，我们这赏金有点多呀，我们900，银马还挺肉啊，出个黑切吧。还好那拉克斯没有到，不义拉克斯。来，有没有兄弟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杀银马而不杀拉克斯的？有没有兄弟知道给我回复一下的，为什么刚才我不杀拉克斯要杀银马？那肯定是有人知道啊，但是说的呢有的都不对。我出了一身这魔抗装，我刚才如果把银马一杀，我的影魔刀一触发，拉克斯约等于没有伤害，知道吧？所以我们先杀银马，因为银马是物理伤害。但是可惜了，刚才我没有黑切，我有黑切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银马太幼了。现在我这猴对面无法处理，因为轮着妈二杠死了。兄弟几个人呢？这我先杀这大妈，算了，杀锤石。好的真快呀、我把你卸手给你打了。哎呦好痛，舔舔，好舔，170，这咦，先杀银马，漂亮。这银马果然是啊，护甲比较高，但是没有魔抗。完了啊，死了还行。阿木木没出那什么，阿木木没出守望者铠甲，阿木木出守望者铠甲，那小兵打不掉血，他就死不了了。打个红的，我们来一个黑切吧。这老头玩的好啊，那老头能有光头玩的好吗？光头051，我把他拉黑了，我操了，我跟这人对线，我想拉屎。